欢迎大家来收看樱花校园第一届最美路人大赛。比赛即将开始，双方选手已经蓄势待发，让我们来看看。三只小姐，作为本次三支队的领头人，有什么看法吗？我们三支队第一，就凭外表美也想跟我们比，笑话。话也不要说太早，双方的实力都不容小觑，比赛马上开始。今天我们比赛是斗舞，请双方派出代表人上台斗舞。三支队一姐我来，亚柔美队我来。下面有请三支队代表上台斗舞。下面有请亚优美队上台斗舞。红叶里下着霜，白草飞成秋变化，年少风雨鲜衣怒马，也不过一刹那。冷的树楼二十檐下，莫测变化，隔绝山海，一转身从容见者。一身茶几等过我，前世的走流吧。比赛结果已经出来，绝对是我们获胜的是三支队，不可能，他们这么弱，不可能赢。太好了，